女神冷吃铺家的三角骨，它这个是一袋是150克啊，有香辣、麻辣、孜然三个味道。打开一个麻辣的，我这个是带肉边的啊，带肉边的吃会更香一些。这一袋倒出来就是一盘那个下酒菜，嗯，很香。它在这个肉边不多啊，就是刚好那种。其实我就比较喜欢吃这种，然后三角骨上面带一点点这个肉边的，很香。嗯，不能吃辣的可以选孜然啊，香辣的没有麻辣的辣。